若我说你大泽山窝藏杀害蓝凤的妖族，你也能做主。杀害蓝凤？诸位仙尊，我大泽山内确实有一只九尾狐，前狐王之子，同意。华叔，我知道帝君遇害你心中悲痛，但弘毅真的不是凶手，他今日一直在衍天殿闭关准备晋升，半步为例。你如何能证明他从未去过天宫？华叔，弘毅他不过是下君资质，根本杀害不了蓝凤帝君的。遮天伞，华叔。华山台怎么会碎了？仙气枯竭，是将死之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